6月12日，据港媒报道，赌王千金何超云罕见亮相购物。何超云是赌王和三房陈婉珍的长女，她的弟弟何又启已经是秘密结婚生娃。她的妹妹何超莲早前也传出与窦骁的恋情，可以说三房中就何超云比较冷淡。这天她和女助手一起现身某购物中心，素颜出现了她，状态非常好，穿着一身运动装，看起来身材不错，见到有记者在拍照，还亲切地露出了笑容。近日赌王家中喜事连连，何超莹在不久前刚过完大礼，现场的奢靡场面一度令人咋舌，让人不禁感慨赌王嫁女儿果然是豪气冲天。相比何超莲和何又启的消息，何超云的新闻就要少太多，不过这和早年的他相比可是判若两人。其中他和陈山聪曾传过一段非常出名的恋情，当时他的打扮都是肥美加浓妆艳抹，和现在的清新素雅正好相反。后来陈山聪被传出吃软饭的嫌疑，导致何超云也是坚定的和他分手，之后就再也没有传出过新的恋情。时过境迁的他，弟弟和妹妹都已经结婚和恋爱，三房中唯独他还是单身。不过从何超云进来的状态看，身材是保持得越来越好，在着装打扮上也更加清秀，想必以这样的条件，未来也一定是不愁嫁吧。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精彩内容，喜欢就加个关注吧，小编每天都更新哦。